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4月25号，花莲后站。然后时间26分，同拍摄是幸福900微笑登台活动，有900星10辆一边走区间车见面会哦，在花莲后站停靠。若前面有个麻烦们，多多点门打就方便。拜拜哦，未来在台北见哦，感谢你，希望能够早日试营运啊。对吧，希望大家再来车我一定会达到，对吧，感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对，听第二列第二组已经在下完了，这样还蛮感动，好，感谢各位，再见，我要赶回去台北上班了，拜拜。